就是。林静小 A 啦，我宁愿吃林静的菜。请女神吃50000元的和牛，跟被当成女神请吃50000元的和牛，不能男神吗？不行，因为我是蛮多人的男神。女神，你想被当成女神就是？因为你赚50000啊。抠手手不接受，抠手手吃手手都可以，吓到吃手手。富康哥的饭局跟富宪哥的饭局，康哥跟宪哥，你们这是哈。哥是对的，因为我在那个节目里面，所以我还是要健康哥。健哥，对不起。真真为你吃饭饭，跟吴尊为你吃饭饭。那个饭是牢饭。真真好了，因为至少看起来是个女神。请你诠释，你是一只被钓到然后再挣扎。哦，不行，哎呦，我没有，被钓起来。注意了，进来看热闹的乡民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。想看我张立东穿萌萌的女仆装上菜，请在11月6号晚上8点收看《女神的餐桌》，分享17video的节目直播，冲破54分享，我就化身小萌萌为你吃饭饭，给你吃。